今嘛来这都两点钟吼。那么咱中午无休困，啊，你若有要去洗手间的吼，你就点点啊去，点点啊转来就好吼。好，啊，咱阁继续来讲，来，今嘛来讲咱台湾人的血统哈。过去有一句话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啊，这项听个拢对，但是尾下我甲想想啊，唔对呢，头前这句唔对。敢若有长山讲呢嘛？啊，咱台湾阿公拢死了啊，无可能嘛。啊，无长山嘛，这有影，因安怎？大清清朝因拢白卡，女孩子拢白卡，无互你查囡仔，互你女孩子走上。所以，若要走来台湾呢，啊，你会记哦，大清迄阵上本来是郑成功来占台南地区，伫台南安平吼。要反清复明，对不？但是尾啊，施琅叛变，引清兵来，甲台迄个郑成功的王朝甲消灭掉，甲郑成功的人，大部死的拢掠了，等于大清迄边，尾后你老大才阁继续，看平埔族、高沙族、南南，阁要反清复明，所以掠等于了，阁甲你讲海禁。无大清的命令，无迄个路条，迄类的吼，无允准的对啊。大清的人袂当来台湾，今日来遮，佮为非作歹。所以，迄阵来台湾呢，变成甚物款人，绝对是非法的嘛。较会逃走来台湾嘛，就是奸犯科。啊，这个大清的捕快要甲掠，有无？啊！就你欠人钱，欠人钱无力的，对吧？只要爱走路啊，吼、哦，跋筊、跋输筊，无钱给人的，吼、哦，所以爱走路来台湾。拄啊，像伫台湾即摆啦，作奸犯科，走路10%差不多70%拢走去中国大陆，啊，有诶走去美国、加拿大，吼、哦，啊，伊迄拢土地拢足快，你若覅一个所在，就无人要甲你掠，就歹掠，吼、哦，对不对？好啊，所以这个长山讲来台湾，你主要看，先咱来讲，因这走路来台湾，或者长山讲，因要来台湾真困难，因爱过这个乌水沟，哦，台湾海峡就讲叫做乌水沟，啊，就是咱细只，所以你主要看，长山讲来台湾，十个来哦，六个死，三个留落来。一个搁回头，一个大家可能看惯了歹练，还是那个水土不合吼，搁、哦、等。啊，这六个是哪会死？就是边境啦吼，因为迄阵细船细只，啊，少少要过来只，爱过来只，做位过来吼、哦，互相照应。啊，所以你若拄着大风眼，细只船啊，若大风，规只边船、规只船死了了，吼、哦，啊，有诶毋捌。结果这船来，伊上船就晕船，晕到吐，吐到当啊想胆汁拢吐倒出来，袂食，吼、哦，伫船啊都昏昏吐倒死啊，吼、哦。所以若有法度登岸起来，第一件大家做啥？死伫船啊顶只人，爱伫沙滩内。好、哦，爱乌，该甲抬起来，好无？啊，怎啊？所以几啊只船啊，做伙过来，所以就问讲：啊，你台湾未？还是这边问那边？啊，你台湾未？所以台湾的地名如下来，安在不？台湾，你台湾未？啊，四个爱抬啊！哎，你台湾未啊？有即岁是安尼讲啦，啊有影，啊六个死你免答应，你，安尼恁较袂独孤啦，好啦，好来，啊你甲想三个留落来敢会活？嘿，困难呢，那伊迄阵的大清的环境卫生遐歹吼，迄300几年前的代志，好来。
咱来看1874年牡丹社事件做咧，就是迄阵琉球的宫古岛渔民，吼、哦，啊，拄着船难，伫迄个台东的外海吼、哦，发生船难，吼、哦、啊，因为东海岸爬起来，啊，可能5岁，迄、那个南排湾族50几个迄个台死吼。哦啊，剩12个无抬到迄、那个，迄、那个永春即个茶城吼，有一个保利村遐，遐咱个平埔族个，甲救走吼，啊，甲扶送去凤山府城，啊，了甲转送等于琉球。那么日本政府就发文甲大清抗议，讲是安怎恁伫台湾遮住民台西湾琉球个渔民，大清甲回批讲。哦，无你讲迄所在，迄是藩邦之地哦，非我所管辖哦，讲迄是化外之地，唔是我咧管的。我日本就讲，哦，哎，那唔是你咧管的，安尼我要出兵要伊个讨伐哦，要伊个处罚得着，要讨公道等啊。大清哥啊回批讲，法与不法，由贵国制裁之，你要伊个处罚无？恁家己裁定，吼，恁家己决定了啊，唔免我同意，由贵国自裁之，自己裁定，你家己欢喜得啊，你家己决定了啊。啊，所以迄阵日本都啊明治维新，去欧洲去个德国，学着一挂陆军作战的这个战法，啊，咧揣无所在实际用兵用看卖，所以就真正为日本起兵3000名坐船啊，为。车城的这个海边啊，吼，有一个所在叫做社寮，这个所在登陆起来。啊，伫这个牡丹社的伊个前山，叫有一个石门，叫一个隘口，迄、那个叫做石门古战场。我遐有采一个石门古战场迄个纪念碑啦，吼。啊，有国民党来了，改掉伊啊，我改做什么抗日英雄碑啊呐。台湾只要日本的物件。中华民国来拢要甲你拆拆，互你台湾人无日本的记忆，吼、哦。所以即马所留落来日本的建筑，剩足少的。总统府是一个吼、哦，总督府，啊，迄个台北宾馆也是啦，吼、哦。啊，比如讲台湾银行，啊，一个火车站差不多拆了啊，拄啊从高雄火车站嘛拆，啊，等于刷伫边啊，剩一个，吼、哦，小的迄、那个。类似纪念碑安尼，无介大啦吼。迄、那个高雄，迄、那个高字型的建筑物要拖伫边啊，就是迄个动作。所以，前下伫高雄区，我都申请着世界大学运动会，就是因为迄个动作感动着遐个迄、那个四大运的遐个委员会哈。啊，这个牡丹社事件是因为安尼发生，那么日本军开始咧捡拢赢。因为伊是正规军啊，有标准的步枪，有3炮。啊，咱的原住民呢，拄啊单发的猎枪，啊，过来就是弓箭甲长矛呢，各种藤架卡。所以拄开始战，日本军赢，但是过几工啊了开始就无共啊，你要较山来，你暗时啊，高山。暗时也是来无影去无踪，因拢腾只脚无声，哎，你咧行山路，敢那咧行平地，脚就足紧嘞。所以你的日本军安怎又台戏一样搞不清楚，哦、所以突袭甲夜间作战都拢咱个高山的南台湾主赢。所以到尾啊，换日本军敢那日时啊，关于你要战争啊，你要到迄个砖头，甲迄个砖头，迄阵拢查，拢底下查也是茅草屋。放个小鬼钟烧了了，但是你爱天也袂暗，你爱赶紧撤退出来，啊，无够用伏击，哦，迄个埋伏伏击，去死作个日本军，哦，所以日时啊，日本军赢，暗时啊，咱个原住民赢，安尼底下拉锯战，日本人在讲惨胜啊，我头拄讲个，小点个死五六十个呢，破病死个五六百个，所以日本话，只要战争摕着。根据下关条约，摕到台湾甲朋友了，因来台湾赶紧创一个台北
帝国医院有无？就是即卖台台，啊，佮伫内底设一个热带医学一个研究所，专门咧研究咱台湾热带病的一寡问题。那那来就是漏塞，就是得可能啦，就这些奇怪的病，日本拢无即款病，日本也无啥物病。我去日本哦，六七摆啊，我去日本无看到蚊啊，无看到蝴蝇。哎、欸，咱只火箭棒啊一堆，哦，所以从这事件来看，咱就知道日本人有军医对这兵啊，这兵啊拢按照军队的作战安尼来，结果死伤惨重。啊，你中国人来三个留落来，敢那棒啊顶落，你死啊！水无清洁，只都不要你漏屎啊！哈、哦，啊你的你这饭菜顶完啊，火箭该沾袂落嘛漏屎，脱水死。比较无啥物药啊，吼！所以这十个来，我咧想上加留一个活的留落来，啊，这个活的留落来，伊走路来是毋是无啥物财产？罗汉卡，捌听过即句无？现在洪讲叫做罗汉卡，就是伊来有工做工，吼、哦，无工就做乞食，做乞食分分到暗时啊，要对困，去庙宇困，庙宇。壁有画迄个十八罗汉，困伫个十八罗汉的下骹的壁角，唔开有讲叫做罗汉卡。罗汉卡另外，迄是较好听啦，其实就是乞食。啊，唐山讲来台湾是做乞食啦。啊，讲你即款的，咱台湾的女孩子要嫁这个罗汉卡，嫁乞食吗？困难，啥物原因？因为迄阵。咱台湾的平埔族，哦，是母系社会，妈妈做户长啊，妈妈是一家之主啊。这间这厝的内底，这个经济大权加发号施令权，拢是这个妈妈。啊，你捌听过一句话叫做“牵手”无？我过去就讲牵手，都查甫牵查甫的手，啊，还是因翁仔某牵手咧散步，好无？所以讲就看，意思无同哦。迄当时的母性社会，查甫是主动。伊若看这个查甫缘投体格好、高强大汉，伊牵伊的手，牵手创啥？你敢捌听过招翁？招翁嘛，查甫会牵伊的手，招伊转来阮家做晚翁，牵手招翁，女孩子主动。过去咱拢误会讲哦，牵手是咧讲查甫牵查甫诶。啊，招翁，你敢捌有听人咧讲招某？无呢，拢是娶某哈。啊，那会讲招翁，啊毋是嫁翁。即卖拢讲嫁翁嘛，即卖较少人咧讲嗰个招翁嘛。所以，你甲想一个高高在上的女孩子，哦。掌经济大权甲发号施令权的一家之主，会去牵迄个乞丐罗汉卡来做案吗？非常困难。除非讲伊真正生了有够缘投，吼、哦，长得像刘德华啦，还是金城武安尼，吼、哦，遐缘投。老娘有钱，我跟他欠一个缘投上呢。那不要紧，不要紧，来来，牵你的手就来做案案，甲洗好清气啊。买新的衫裤穿嘛，都一表人才啊嘛！啊，牵手招伊转来做晚人，吼、哦，招伊转来试用看卖，唔是试用啦，嗯，安怎讲？反正都招伊转来做翁就对啦，吼、哦。所以这个蛮难的，吼、哦，足少的啦。所以咱的登山这个登山工足少的，咱台湾阿公满世界啊，像这个五十岁的妈妈。那个招牵伊个手去做翁，结果观察两三个月，也无影讲外口做工课啊。安尼，那迄个查甫在时啊出去做工课，这个女性哈，这个母系社会的女性，一旦把这查甫的家当收收嘞，用钞票啊，还是成金包包嘞，甲担到门口。但这查甫呐，回来看了伊的家当被丢在门口，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他已经被休夫了，遐某人一走啊，我来别了大。这阵
母系社会是安尼哦，哈、哦，这个女孩子那看这查甫袂啊，一定点个修复哈。好，好，过来，民政时期台清啦吼，甲本土台湾人，诶阿公拢会崇拜，这正常啥物事？因为咱本土台湾头拄讲诶遐个，无论是高沙族，还是平埔族。咱的祖先迄阵拢无发明文字，所以无文字留落来。啊，咱是伫文化上容易被同化。啊，而且对方是用官方的力量入来台湾，你甲想，荷兰人来，伊嘛是用武力入来。但是荷兰人有带文字入来，和咱的平埔族，哈，或者用罗马拼音喎，拼作。这个希腊雅族的语言，郑成功嘛，同款啊。郑成功来台湾，伊是要来打荷兰，吼、哦，安平打荷兰。伊是伫闽南地区，吼、哦，就是漳州、泉州、金门、厦门，底下招兵买马，然后为金门的廖罗湾誓师起兵来攻打荷兰安平，吼、哦，迄、那个热遮兰城，甲荷兰。关照，好。但迄阵郑成功来，伊用闽南语作为官方语言。伊迄个郑成功有一个军师叫做陈永华，啊，这个伊本身就是漳州人吼、哦，所以伫安平伊起一间孔庙，叫做全台所学有无？好吧，就是第一间的孔庙就是起伫台南，就是陈永华。伊起好了，底下用闽南语底下教《四书五经》，吼，啊教《论语》遮。闽南语变作官方语言，官方语言你一定爱去学，你才会当融入迄个官僚体系。你若要平埔族的、西拉雅族的人，你若要学要讲闽南语，你会当做翻译官，吼，做翻译官就是。郑成功也当民政，再也当树立一个官，官位啊！你的生活水准来提高，你的地方的这个势力，你的威望也有哈、哦。OK， 所以咱的阿公唔是安怎爱崇拜，伊为着要长进嘛哈、哦，为着要一定比人较好，伊爱学外来较先进的语言甲文字，好、哦，啊个学因的生活习俗，所以就渐渐的被汉化，三百几年来。结果，咱的平埔族的所有平埔族的语言差不多都断掉去，就是被闽南语外来官方压迫。拄啊，像咱本来，咱的许多人，有日本管五十栋，阮爸爸妈妈因迄代有去上日本的公学校啊。不然，这同学咧开同学会来烧菜，大部分拢拉日语啊。但本来日语甲台语是咱生活上。大家用了足惯习的语言，蒋介石部队来了，开始压制咱本土的语言，讲咱讲的这方言，啊，讲日本的这个日本语，迄是外国语言，所以限制咱袂当讲日语，袂当讲方言，所以台语被压抑，然后因强制讲因所谓的国语哇，是推行国语，北京语。其实日本嘛来台湾五十栋，伊嘛是用日语做做国语。所以有国语家庭，你若恁即家伙人讲日本语，吼、哦，安尼伊会当配置啦，还是有啥物好康的优先？啊，即自然咱台湾人嘛会想讲，我有得要食较好啊，还是我地位较好，我爱来学日语。所以迄阵的日语是足，大家咧讲日语足通用，然后去读到公学校的吼。五、哦、年就加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语言的改啊，中国人。蒋介石部队来台湾到今年69年，咱是，我们很多都会讲北京话，啊、哦，我们也是被国语教育，中华民国的国语就是北京话哦，啊、哦，69年嘛是把咱的语言变呀，你即马叫少年囡仔要讲台语，变干呢？拢讲到超年代，啥物原因？因为幼稚园的讲，幼稚园老师讲北京语，你搁较细汉，保姆嘛是拢堪咪咧讲北京语。电视的幼幼台讲北京语，卡通拢北京语，
去学校，为小学一年一直到大学，拢北京去的天啦。台语绝对讲袂好，哈、哦，好。好，那么即马台湾人嘛，哈美，较早哦，四五十年前哈美，讲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啊，那一个去留学去到美国发展讲，哦，美国遮富裕，遮自由民主，伊就无爱转来台湾啦。哦，差不多十个去美国，他九个无转来。啊，换日本开始复兴的时，嘛，介侪人去留日，啊咧哈日本的，较早沃克曼有无 ？CD 录音机有无？啊，卡面啦，迄阵日本欠噶，日本趁钱趁噶，吼、哦。啊，过来即五六年，吼、哦，换咧销韩剧，销韩国的手机，韩国的现代汽车，有无？啊、清朝甲咱台湾人漫画，这个漫画就包括语言，吼、哦，你看，就是讲叫咱继续爱讲迄个闽南语啦，吼、哦。啊，树冠，你若会晓，我头头讲的，你若会晓翻译啦，吼、哦，啊，你就会当做一个冠。包括树神，像我的神，我姓潘，我的神是树神哦，因为咱平埔族。无啥物，即个讲姓啥，啊，所以咧台青个官员来台湾的时，地方官陪去视察的时，好，比如来到阮个部落砖头，问讲，因、啊、即个部族吼，拢姓啥？伊讲无呢，无姓。啊，阮个祖先吼，开迁居拢住伫溪边、河边、水边，所以书阮个姓讲姓潘，住伫水边个番。我姓是安尼来，我潘良华潘的姓是安尼来，三点水有无？啊，这台青这个官员算有学问咯，这个姓袂歹，有水，啊有田对无？有田顶管你个播种子嘞发米吼，播稻啊就发米啊，哦，所以顶管有米有啊，啊顶管佫一撇有无？漂撇的台湾人，这我安尼自我解释。唔啦，输咱姓，佮输咱族谱呢。我若讲迄阵吼，有兼所有姓潘联合去做一个族谱，啊，我现看到阮迄页、迄两页是，即从头前写，讲阮是位福建省来的。啊，即族谱就是中华民国来了佮做的，所以佮你写福建省，后壁也无写讲是对一个官。对一个都市，对一个砖头，拢无，我就知影讲啊，这骗人的。所以，无论你陈水扁也好，还是谢长廷，讲要过中国遐要去寻根，绝对找无。那以地缘呐吼，谢长廷对是凯达格兰族的，那么陈水扁，百分之百。希拉雅族的，免小骗。好，继续讲哈。那么日本时代，甲咱台湾人皇民化，所以咱是皇民。郝柏村讲，柯文哲是皇民，唔是伊娘啦，咱拢是皇民的后裔啊。咱在拢总是啦，咱拢总皇民。皇民咱在公营呢，介济台湾人伫报纸咧收，讲郝柏村恁还讲阮皇民。他袂要甲你讲你啥乞丐民咯、喔，叫你皇民，总是比难民较好吧？郝柏村是难民，你知无？郝柏村只中国人，1949年迄个共产党赶离开因的故乡，离开因的中国，好佳再有台湾甲收留呢？只难民竟然咧笑咱皇民。啊！这现在是天地咧得颠倒病啊！咱是皇民，啊，因是难民哈、哦。所以，爱感谢郝柏村把我们的真正身份透露出来，啊，泄露天机哈、哦。所以，莫怪柯文哲会赢嘛。大家拢嘛要来选一个皇民，那要选咧连胜文是难民的后裔，安知无？
搁也较有通啊卖吼。陈水扁迄阵声势遐好吼，要选六十万票拼个吼。柯文哲安尼凉些啊凉些，谈笑用兵，哦伊，伊算足臭屁个，讲伊是全台湾头上聪明个人，啊伊足白目个呢，人家讲白目，伊讲话拢直破个，伊袂晓讲谎话，嘿。伊敢若老实讲，讲实在话，讲诚实的话，安尼向抱着英雄，所以伊家己甲国家讲，嘿，啊正常人毋是拢爱讲实在话吗？莫非恁拢咧讲白贼？所以害我讲实在话做英雄，我，莫怪伊个代表台湾人出来看中国迄个连胜文来选台北市长，佮选到有够水亏。将来毋捌有一个候选人，你选举的是无款。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规定讲，台北市市长，敢若台北市的候选人，吼，市长候选人的竞选经费是8000万的款。伊伫网络安尼，人小额捐款入来，累积到8000万开始动好，有够用落啊！到这开始禁止，无爱去接受这个。捐款，过去所有的中华民国这69年的选举，各阶层的选举，无人安尼做过，无人安尼讲，嫌钱伤济啊。柯文哲讲，直直看账目已经来到8000万了，讲停止募款，破纪录的，无论民进党、什么党、亲民党、国民党，从来没有一个候选人会这么理性。讲好，咱有够用得啊！照政府的规定，伊讲80000万，咱就到80000万得啊。伫这个范围来开，啊，即嘛，好是毋是哦？国民党佫派一个罗斯雷出来咧讲 M149， 好不好？台大的这个，因这个一个捐款的账户来咧讲，迄柯文哲为着要培养这个少年的医师吼，要互因有钱通去深造，因为过去知影讲。你若要出国留学，还是要做一个研究，爱开钱。啊，你无可能一个学生，哪有偌济钱通好去做研究？一个拄啊开始咧做实习医师诶，哪有啥物钱？所以设这个捐款账户，你若钱入来，就要来，即个钱拢用伫即个优秀诶新诶医师诶捐款。结果，罗斯雷透过调查局，透过因。台台病院内底，因个人事人二个只个系统，去摕到只个资料，来咧攻击柯文哲。柯文哲，伊足有自信个，讲伊钱拢，迄款钱拢无摕到落地啊，都独独台台所有啥物科系内底吼，拢有只厂商所送个便当啦，还是一挂礼物啦。柯文哲伊迄个。重症的这个加护病人，伊就规定，包括伊的叶克膜团队，拢袂使摕厂商的便当，连便当都袂使食。你看伊偌清廉。伊家因遐下骹手讲，我头家啦，伊算主任嘛，我头家无食，恁敢食？所以即句话讲了，下骹大家都拢唔敢对你讲，敢摕便当，哈。啊，你像。这款的人，伊敢袂贪个细条钱，所以做有自信。伊去某摆，甲因兜过去个即个薪资，甲伊报税个税单，拢公告伫伊个竞选总部个壁，大家密密麻麻。刀枪连胜文来，我个薪水，我报税个单拢伫遮。啊，你看我有对了，有贪污个。有对一条钱无清楚的，你派你的会计单位吼、哦、来，阮派人甲你解释，你来查。而且我要求你连胜文，你有哪叫我安尼公布？这拄啊，敢那是连胜文的团队弹一个回旋镖出来，结果迄个回旋镖飘飘飘飘到那，甲连胜文头壳啃一空。连胜文都救伊啊！人光明正大，公开透明。
拢甲你讲过，你知？啊，你连胜文，你讲你住地堡，你名下没有房子；你开保时捷，名下没有房子。较奇怪，你美国读车回来了，第一个头路就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卡一卡通的这个当主任嘛？啊，我柯文哲为医学院毕业，我爱做住院医师，哦，总医师安尼，主治医师安尼一直爬起来，我奋斗要三十年。阮阿公阿婆两个赚的，阮的财产哦，包括伊个厝哦，两个拼到要死。医生这两个是伫医学界内底拢算真优秀的医生，两个安尼勤俭，连柯文哲是骑脚踏车呢，伊无咧。不咧开车，伊做环保概念，伊家己拢炸，家己炸地，是吧？所以这个人这么优秀，哎，广告费哎，即卖是广告队啊。所以柯文哲哦，我呐足欣赏伊，哦，因为伊特立独行。我拄仔咧讲个讲，伊做白目就是讲，伊讲个直破，袂拐啊莫食。所以感觉少年足下安啊，你若开遐个。年纪较大吼，你若讲要像讲民进党内底，还是国民党内底，即个党工人呢？哦，遐拢大家拢先变先，前面握握手，后面下毒手，拢即款的。啊，对面甲你讲的拢讲较足好听，啊，后壁咧做拢一寡龌龊的代志，所以足歹沟通啊。柯文哲直直，啊，你用戴安讲我要创啥？嗯，这个时间到，你来无照咱讲的做，哎，你甲你应付啊？啊，即马看少年的你。这少年袂晓拐弯抹角，这少年我那直强，哎呀直强，我拄爱哈，对不对？啊，所以罗淑蕾安尼吼，要叠柯文哲叠不着。啊，即马罗淑蕾阵许网络遮个网民呐吼，加好名叫做崔高蕾啊。啊，迄阵选举了。知影确定赢八十，算毋是赢八十，得票率吼，摕着八十五万票。啊，这记者迄落杂志去访问柯文哲，柯文哲有甲强调，这个蔡正元吼，含罗淑蕾，不是我派去卧底的，能听无？爱感谢因这两个，所以照讲吼，柯文哲应该爱颁发奖状哦，还是匾额爱写“惠我良多”，爱有上这两个，对不对？好，你那罗淑蕾跟蔡正元是柯文哲上大两个这个助选员呐，助选员对吧？好，继续，好来。战败国之人民皆需离开台湾，故也保存了本土台湾人有 85% 以上原住民血统。我开讲原住民，开不爱讲原住民。原住民就是讲，咱是这块土地原来主人啦、啊，咱不是干那住伫遮呢，咱阁是主人，我们才是主人啦、啊。因为外来是人客，好，所以国民党来台湾，因撤退来遮。他把我们这个地方当作客居之地啊，无买好啊，大家经营。伊按照讲，像咧大旅馆，大两三天啊，要搁走，要搁找一个所在要落跑。所以因中国人来台湾开始就是想办法要贪污，贪污有钱了，送囡仔去美国读册，啊去啊，摕着美国籍，啊因就原来要移亲，就要落跑。所以像咧中华民国官员。包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80% 的高官他们的小孩子都去美国读的、啊、都拿到绿卡还是都拿到公民证啊？你想这个国家要怎么会永远的强人不可能跟中华民国一样因为中华民国高官有80%以上的整家伙的人都有拿到美国的公民加绿卡，好、哦。所以美国无咧惊阿强啊，
因为中国的高官下作的人质在美国，要收钱哦，我车拢在那个，资产拢甲冻结开。拄啊像即摆俄罗斯假笑对无？乌克兰都要倒过欧盟这边，要加入欧盟。普丁的总统的出兵去，等于去甲克里米亚甲摕起来。美国澳含澳洲联合来个经济制裁，包括今麦这个石油，美国联合沙特阿拉伯因这产油国国家，石油一直甲生产落较济，啊甲继续甲石油较低嘞，因为俄罗斯70%的国家预算爱靠卖石油所赚的钱来支撑啊，来应付啊。今麦石油位那么100块落来到60块啊。落到要一半，所以已经俄罗斯开始无钱，伊个卢布跌50%啊。比如讲，哪讲本来，比如卢布哪含台币1块对1块，跌5%到这种，伊即马爱摕2块，才会当换咱1块台币啊，等于这個意思。啊，这对人来讲足严重，所以你看伊个股市也跌，吼、哦，币值也贬，即马即有可能拄啊像较早。1990年代，吼、哦，苏联的解体，就是美国迄阵的雷根总统创一个星战计划，就是用发射卫星去伫空中，啊，这卫星电源有镭射武器，直接要甲你射到迄搭就崩去，安尼。啊，迄阵其实还未发明成功，但是雷根讲已经要成功啊，我要用镭射武器为空中。直接趴伫涂骹，即个地面军事基地，飞机也好，战车也是船啊。啊，卫星遐广，我变哪里拍？所以苏联啊，发动伊所有全国的所有科学家，拢请所有的物力、人力、人才，拢来研究，我那边做星战计划之类的，吼、哦，杀手卫星这方面。啊，造成讲，这个国家吼。哦开始，大部分的医生拢用于伫无路用的这个军事开销，啊，无咧铺桥造路、做港口，啊，是生产啥物会当食的物件来饲这百姓，造成苏联的这女人、女孩子做家庭主妇的，为着要款物件，互厝里人食饱，啊，去排队买食的这食物，去排队更排了排几个点钟。安尼哪有生产力？咱去买物件，拢嘛是到超市入去就搬搬柜台就结账，唔是买一个面包也排几点钟，买肉也排几点钟，规工拢咧排队，哪有咧生产物件？所以，即女孩子起膜拜，换女孩子先发动游行，带规队去工厂去叫因来安出来。我买无物件通去食，恁搁咧生产啥？遐卖生产啊，做伙来排队。大家去排队，拢无咧生产物件，哇，愈死，愈无物件好食。工厂嘛爱生产切片的肉来包装，卡送来市场啊。啊，切肉迄个向秀英某甲调出来到排队啊，无人切，嘛无肉通去超市。所以造成一股民怨，拄啊像即个咱的治安问题，就旧年安尼差到今年，甲今最近搁咧放一个迄一个化学品，我。无甲记个吼，豆干拢染色个无，用工业用个染色个咧，甲你染色，你甲豆干做过看。所以无怪即个规个台湾选举，毋是台北市输点点啊，高雄、台南，差不多逐个县市拢甲输啦，拄啊剩台东甲花莲，迄后山迄边吼，资讯可能较无遐通个，看安怎？敢那迄边拢还阁是国民党的系统吼，亲民党的这个傅昆萁，啊，甲国民党的一个，你管定我袂记啥名，黄正进庭啊啥？好，所以苏联的解体啊，包括即马俄罗斯搞不好会阁苏联分甲变10几个国家，俄罗斯唔知要去拆做几个国家唔知吼，咱我们继续看下去，来。
那这卖国的荷兰，荷兰人是毋是许郑成功拍败，甲赶走？啊，老实讲，郑成功嘛无介敖，因为金门了湾，带2500名的吼兵员来为热遮兰城荷兰，差不多2000个，安尼比数啊者。哦，1:20嘛，哈、哦，定荷兰军一个人会当对付你，哦，到尾二十个啊，哈、哦，啊，佫讲为拍袂入去，为要规半年，为甲荷兰人内底无水无粮草，较少导航的呢，哈、哦，无唔是真正讲拍败了，哈、哦，唔是真正甲荷兰拍败。后来政治王朝因为施琅叛变。所以大清帝国甲政治王朝消灭，政治王朝的人全拢掠了当，搁掠当台北市也拢掠了当去大清帝国迄边哈。荷兰人是规个拢撤走，无留偌济荷兰基因。政治王朝拢掠当大清嘛无留偌济。好，大清帝国去日本拍败哈，才有战争签相关条约，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嘛放弃永久割让。公告为旧金山合议。好，那么迄阵大日本帝国咧签这个下关条的内底有一条，讲，予你大清的伫台湾甲澎湖的居民两年的许可期。这两年你在台湾，予我日本人管。啊，你若未习惯，你可以变卖你的家产，退去界外，离开台湾甲澎湖。结果到这个两年末了，那么日本开始在台湾做户口填本，开始调查台湾的人口、啊种族、甲语言，哦，所以伫大清敢当管212当无做户口名簿，无做户口填本，哈、哦，所以户口填本是为日本时代。要开始有，这是日本人做代志做定金，伊要来你管这个所在，伊爱这个所在风土民情拢爱了解，吼、哦。那么日本迄阵开始调查户口，迄阵的人口差不多300万人。那么大清留伫这居民剩偌济，留伫这咧做生意的，吼、哦，包括所有外国人。9000个，大清的人占差不多8000几个，安尼个准则讲，遮拢中国人啊，拢大清的人，嘛莫讲9000，甲准则10000啦，安尼较好算，10000留伫台湾咧做生意哦，吼，也是特殊的技术，伫遮互台湾人请咧做工诶，敢若外劳就对啦吼，啊，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有300呢。300:1，所以中国人会当留伫遮，若总共有带咱平埔族还是高沙族的女孩子做某的，生传落来，唔较有大清汉人的基因，啊，所以真少，所以咱有85%的原住民拢是，包括原住民的基因。那么大日本帝国以后，比国家强了，原住断了，导航，蒋介石部队来了。嘛，开始甲，迄阵建楼的时吼，台湾的人口已经加到2倍，已经到600万人啊。迄阵到尾40万呢，日本派来伫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咧，直接咧管来咧吼，做官也好啦，啊做兵的啦，啊甲公务人员、公教人员有无？可能咧伫公学校咧教册，即个日本老师。拢嘛是许钱种等，所以日本人嘛无留偌济钱，大清嘛无留偌济钱，哇，300:1嘛，10000人对300万是毋是300:1？换算拄好3.3%呐，哦。那么美国伊无正式军队入来，是许中华民国，本来是干呐几千个啊中国军入来俩。
是代表恁盟军来占领台湾了，接管台湾，唔是把土地让予中华民国，唔是哦，他是代表盟军暂时的来代替盟军来占领台湾跟澎湖。结果，你阿想，在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建书，兵败如山倒，找无所在好走，煞走去别人岛来。这个台湾甲澎湖是日本天皇的台湾澎湖呢，唔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甲澎湖。伊做难民准走去遮来，啊，美国是基于人道精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回去吧。啊，若无因遮人，早日拢死伫中国，吼、哦，一定准讲台无死嘛，葬于新疆、内蒙古遐劳改。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户口填本，即马来许个人甲做安尼一地一地乌，吼、哦，后来你来看，这户口填本，较早无钢笔，早期也无钢笔，是拢用毛笔写的，哦，这拢日本的护政人员所写的，安那用做甲一地一地乌，这就是咱的身世的密码之一啦。日本人啦，譬如讲。来到桃竹苗地区，咧调查户口，问看讲，啊，恁这是对一族的？哦，那这个，譬如讲，较偏在这边，拢是道卡斯族，啊，但是你拢袂晓讲道卡斯族的话，你拢讲客家语，客家语就是讲这个所在，吼、哦，是有派，耕当遐的客家人来遮管做官。所以客家也变加官方语言。啊，即卖即个马卡道，唔是马卡道，即、這个道卡斯族哈，桃竹苗道卡斯族，拄我前头讲，伊毛崇洋、哦、外来，因遐有语言哈、哦，有文字，所以学客家话，一代一代，只要三代，一代你也算二十年，六十冬，语言就向改呀。日本人来管台湾五十冬呢？是不是？我爸爸妈妈伊台语用用改个，啊，即嘛，阮即代包括咱诶后裔吼，子孙，然后佫继续国民党安尼强制以国语、北京话做国语的款吼，咱的语言嘛用变，六十九当年咱就用变呀。所以你若敢若剩会晓讲客家语、关东语言，啊，你的。道卡斯语不要讲啊，安尼伊会甲你写广东的广，无代表你是广东移民来者，唔是，但是你是要你算苏番啊，边地拢叫做苏，伊甲你写一个苏，啊加一个广，你是会要讲广东的客家语的苏番，哦，啊，那么你那是。比如太阳藤关的卡内底复兴乡遐，伊去你边遐个调查，哎、欸，你还阁会晓讲你的太阳族的语言，好、哦、啊，你是高沙的原住民族，所以高沙伊就改写生番、青番，好、哦，南方叫番，各分青甲色的，好、哦，那么你来去台南。屏东那边，日本人伊也调查，哦，你拢讲闽南话，好、哦，就是郑成功的陈永华因迄批人来，闽南话伫南部就变作官方语言，所以伊会甲你写福，无代表你是福建来哦，是因为你拢袂晓讲马卡道族的语言，也袂晓讲西拉雅族语言，你纯会晓讲闽南语，哦，就我今麦咧讲的这款闽南，伊甲你写。闽，无代表讲，甲你写福啦吼，福建简称闽嘛，所以无你唔是福建来的，但是你是苏番，甲你写苏番，啊甲你写一个福，唔是你福建来啊，啊但是苏就苏番哈，日本人自己甲你写只啊，就甲叫人来发现，哇这是身份的密码呢，拢甲你画掉，讲。
你们统统回归祖国的怀抱。啊，咱迄阵战败对无？日本向天元主弹了战败，咱的军队拢有下令禁止移动，装备拢收收扣扣好，要等战争狂要来收缴武器。啊，所以中国军来了，咱迄阵台湾人足惊，足美羞的。完了，即马咱战败，哎呀，战争狂要来，唔代表咱甲咱处罚。因为咱讲对方嘛，台西足济人，所以因一定带着恨意来，即战战争狂，咱唔代表安怎咋的。结果，哦，中华民国那算跟共产党同款，共产国民党跟共产党讲白搞讲白战，来得讲。我们都你们台湾同胞们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咱本来美洲战败国，即嘛哈回归恁那边，恁边战争国，大家拢嘛跳过来，台湾人无志气，所以赶紧利用糟蹋。所以遐所以遐外省的老兵，吼、哦，讲因拢咧翘的兵咧过台湾，过一过无钱啊咧，差不多六十几单，唔捌咧收钱啊。尊公有修建嘛？咱台湾人去建的啦。古林头战役，咱台湾人建的啦。因为迄阵毛泽东讲吼、哦，要提要建立国民党简单啦、啊。伊即马弄绕跑走来伫台湾，啊，金门妈祖近近啊啦，啊，凊彩桌顶年干。因为迄阵吼，只要共产党放声讲，我要攻对一个城市，对一个关，国民党迄个关区就放空城，就拢绕跑啊。啊、所以那時候放聲說要拿金門媽祖，那時候蔣介石知道說，那他叫他黃埔軍校的系統建一定輸，因為黃埔軍校是蘇聯拿錢，提供錢跟武器所建造一個黃埔軍校，蔣介石做校長啊，周恩來在那裡做教務長啊，所以国共内战，等于黄埔军校咧修建啦。啊，你学啥物波，我拢嘛知。所以毛迄、那个蒋介石就讲，我袂使阁用黄埔军校遮个人来做指挥官。所以伊邀请苏阿派密使去日本找迄阵的关东军，伫东北，堪用伊咧修建的，常用的这关东军的指挥官，叫做根本博中将。请伊甲伊的幕僚，伊迄个参谋，吼、哦，听十个。我那唔敢有美国仔呢，因为蒋介石的顶头上司是美国啊。啊，台湾是偏向美国咧管的，啊，你要烧钱，你无来甲我邀请我来甲你指导，你请一个我的较早对手，日本的将军。啊，你把我美军当什么？我是软脚虾哦。我比较慢呢，但是伊知影讲，日本军真正有堪强匪小战过，佮拢战赢，所以请迄个根本博将军来台湾，叫因拢穿中华民国军装，然后用中华民国汉名，根本博将军佮改做林本源，用于做伊佮伊个参谋队拟定作战计划。所以整个战术都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那时候在金门由厦门要起兵要过来要万船齐发这个中国军的将军叫叶飞、哦、不是叶飞是草字头的叶、哦、两姐啊两姐啊不知道说对那个金门的指挥官换人真的起兵过来根本部将军叫中华民国部队，你伫海岸遐，囝仔堪咪烧阵拍着了，就好撤退，做口袋战术。哦，本来这是防线，啊，稍微抵抗者，就撤退。毛泽东因来部队就认为讲，啊，这个国民党标准的姿势，你无啥物抵抗，你拍着就紧绕跑啊，啊，无要紧，规个拢冲起来，等冲起来，靠岸，哦，部队集结一大堆，
根本无后壁迄边开快点去甲因遐船啊拢甲放火烧掉去，我都撤退转去，只有按硬拍，啊较派舰车，因迄阵登陆起拢轻步轻轻机枪啊是步枪尔，无啥物重武器啊，所以呐一台舰车就两台就舰甲两只两只，尤其拢深入啊，啊舰车为啊封锁，看袂走对，迄阵各位。洪山，咱个台湾军，迄阵孙立人伫台湾招个兵，拢台湾人，两师调来咧守金门、固金门，拢台湾军咧战啦。中国军因阿讲足敖吼，因袂为中国安尼35间百货公司、35省、35间百货公司输了了，输甲佫走来一间台湾一间百货公司，一间佫是日本公司个，毋是因中国个。对不对？所以，迄个好，欠寡寡，因呐，台湾军唔捌战书啊，唔知要安怎失败，要安怎绕跑，不要绕跑，战到死，这是日本精神。因为咱现在日本军、台湾军迄阵，还佫台湾人要有日本精神，怕死无退，唔是中国军拢咧走路，所以叫做走路军嘛。因咧臭屁啊！讲啥物长胜将军？你若长胜，你袂走来台湾，你就伫中国大陆，对不对？你继续伫遐做王，你袂走落来遮，对不对？啊，所以因国共内战哦，中国人啊，包括毛泽东这边，还是蒋介石这边，哦，因咧文宣部拢做搞，明明战败嘛，敢那战赢，你看，共产党已经渡过长江吼。渡江过来，国民党的报纸还阁安尼说，安怎写呢？一建书哦，撤退，伊唔写撤退，我军转进，撤退是毋是转个方向？撤退一定是后走嘛，走方向嘛。但是伊无要写撤退，伊讲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哦。哦，走敢那飞咧一日千里，开始向看敢那见尔。唔啦，一日千里，佮讲共军追赶不及。哦，安尼有厉害无？用你个看不着，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照敢来飞，共军追赶不及。哦，佮真拍赢嘞。啊，来用台语，四日拍输走赢，啊，就解决啦，对不？啊、哦，伊就是拍输走赢，佮会走来遮。那是广告队啊！就安尼知影啦吼，知影咱的身世就是用遮掩啦。国民党就是惊咱知影咱的身世，会个嗯，我都唔是中国人呢，我是正港的日本台湾人，本土的呢，原生种的呢，唔是外来种呢。安尼你若觉醒，你一定甘伊拼命，甘伊烧台，好无？绝对做。反对的吼、哦，一定是行台独的路线。啊，歹势，咱咧先声明，咱唔是台独路线，咱唔是无国家。台独建国是因感觉因无国家要建国，咱有，咱是大日本国哦，不要忘记，咱是日本人。好来，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完的对啊哈，这是今年的2月25日，《自由时报》电子报报，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中华民国内政部关注者啊，马政府透过课纲消灭平埔埔族的历史啊、哦，现在居然连户籍成本上不具法律效果的熟住籍，也要求地方政府撤销，理由是日治时期的熟安，并非法定原住民族啊、哦。台南市政府是管太多啊、哦，西拉雅族也批霸道。台湾西部平原上，西拉雅族是台湾早期最重要、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过去曾经用罗马拼音，都要讲荷兰人用罗马拼音书写西拉雅语来跟汉人还是跟荷兰人签订契约，称为新港文书。哦，这款新港文书在荷兰的图书馆，因的国会吼、哦、图书馆来得真济。西拉雅族多年来发起证明，盼能获得内政部许可列为法定原住民的，未获官方之重视。就是讲，
哦，因这人口百几万太济咧，所以中华民国唔敢甲承认啦哈、哦。那么，但是台南市政府因个迄个市议会有通过台南市政府官方版来讲，伫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就是原住民族之一哈、哦，啊，这首安就是平埔族了哈、哦，作为个人自我认同哈、哦。那么台南区用通过啊，高雄市甲屏东县嘛咧响应这个哈，讲、哦、因为平埔族原来是原住民族哈、哦，好，来咱来检讨讲，中华民国的军政府来台湾了，以制台用对辣椒，咱台湾人得服服帖帖哈。第、哦、利用二二八事件。有计划屠杀台湾的精英，到尾三万名。中华民国开始奉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来台湾，哈、哦。迄阵蒋介石因囝叫做蒋经国，就是情报头子。伊叫因囝，伊的情报系统就派人来台湾各乡镇区，有计划搜查地方的士绅的名单。所以这二八事件发生的就这个机会，把台湾人这精英三万人拢抬掉去。因为你若要三流的国家要管一流的国家，绝对无管袂掉。因为这些敖人绝对领兵起来，甲你抵抗，甲你反抗。这个人才，伊知影这些精英若无甲抬掉，要管台湾困难，尤其将来有可能伊要流亡来台湾。第二，你要抗暴嘛要有钱哈，伊、哦、利用，甲你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哦，伊迄阵来台湾，发展台湾，真正台湾是宝岛，什么东西都生产都很丰富，所以糖油米盐，中国咧国共内战，所以拢咧欠不足。糖油米盐这是民生基本的东西，啊，台湾都要生产足侪，港口的仓库、国农会的仓库，拢堆甲甜甜的米，国民党来印台币，用纸甲你换，你这保温瓶啊，这一百块台币吼，伊就用印纸甲你换，用纸甲你换，用卫生，等于是用卫生纸甲你换，同款的意思。做就是作秀的来买一堆，这款物件你来做到要死，较会当做一支出来。哦，你讲啊，这麦克风啊，一支也一百，嘛就用纸甲你换。所以你有啥物物件，刀啊、椅啊，拢甲你换。好，啊换换糖油米盐，换换拢张登因中国上海啊白乌市的，哦，价钱阁袂作悬。换到换咱台湾人厝内钱一堆，换咱台湾人买米吼，物资波动起价，你要买一斗米，你啊赚一部地钱去买。啊，恁即马钱也足济啊吼！我来，1949年6月15日，用行政命令，甲你讲，你爱摕40,000块来换1块的新台币，好无？40,000换1块，捌听过无？民国49年哈，1950年哈，中华民国哈强迫台湾人以40,000元旧台币换1元新台币，不，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不，这是命令呀，新的命令，啊，啊，所以迄阵有人卖几啊家的土地，讲要起大厝，哇，40,000换一块，煞剩下当起一支条啊。这个人只好自杀啦，无变啊，甲厝里人交代。所以迄阵足多人掉头自杀的吼。啊，你嘛会当为只看到即句话：“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换成新台币”，表示啥物？中华民国无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安怎讲？你若是拥有台湾澎湖的主权，
那么你中华民国，你哪会无大家发行中华币？那还佫用台币？你美国有美金，英国有英镑，法国有法郎，日本有日元，你中华民国你哪会无中华币，还是中币？你哪会要换？既然要换币制啊，你哪会无发中华币？依照国际法，这块土地不是你的，你袂使发你的币制大家。所以为遮嘛看得出，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啊。好，翕较紧啊，要换过啊。你呐，有扎随身碟吼，是会当去甲咱的电脑组的人甲偷工，你要爱这个简报系统啊。好来，人才向台了，啊，甲你创到你无钱。你若讲像即摆，你要招人要来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要抗议，你爱坐游览车无？你爱准备便当放食无？哦，你爱主办单位，你一定爱做这个动作。啊，无人才带，无钱通去买便当，请游览车，安边啊边啊去抗议？你即摆无人出钱出便便，无人要去呢？你甲看民进党。我差不多看伊差不多两年无办活动去总统府头前抗议啊。洪仲丘案有无？白山军25万人，结果唔是民进党发动的呢，是遐网民乡民家己招招的，网络安尼招招的，就一堆人。好，过来大地主变作小地主，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啊，伫地方嘛是化水的跟党啊。嘛是顶个有钱人啊！啊，伊安怎个？我变小地主，甲你创一个耕有其田了吧？山区有建筑啊！是安怎伊讲？这是足好个这个行政措施。啊，无你那唔伫，当时你那唔在恁中国，在创山区有建筑甲耕作有其田。你甲台湾创就是讲，啊，反正这土地唔是我个，我变哪切变哪分。我也袂听，迄也毋是我的，迄拢恁台湾人的，所以伊较敢这样切，把咱的地主、大地主切甲变小地主，啊，就嘛就无那里啊，吼、哦，所以无人才领导，无钱，吼、哦，无地方的条仔卡，你即摆要选举，嘛是爱地方的条仔卡来斗三工，好无？啊，这无拢无，就搞不出搞不起大型运动来抵抗。国民党啊嘛，哦，过来后壁，这抬不了30000几个抬，后壁再用白色恐怖，你若讲话无合国民党听，就抓去关啊，有无？过来利用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就我头拄仔讲的，咱是日本的皇军，咱跟中国军、中华民国国军咧相战的。咱是敌对，啊！咱要发一声讲，台湾同胞都回归祖国的怀抱，都为战败国的日本台湾人，都跳过来做中国人，敌性反转了吧？咱跳去加入敌对阵营去，啊！是不是咱的身份错乱去啊？咱的日本台湾人，做即摆煞变中国人去啊？这是给咱愚民教育哈、啊，教科书是不是咱较早？作业簿后壁变过来，是毋是写做个堂堂正正中国人，有无？你会记较早是毋是安尼写？改成做中国人拢堂堂正正，啊若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看着鬼。用安尼甲咱洗脑，讲讲方言就是无水准，有无？电视你主要看，那三八的拢阿舅啊，拢讲台语的。啊！那中国人啊，拢台湾人，啊！因中国人吼，拢、哦、西装笔挺，拢做党主席，啊！咱拢咧捧地，台湾人拢咧捧地，用安尼咧来羞辱咱台湾人。安尼60几年来，是咱台湾人的自卑，所以爱好啊练北京语，爱讲啊会卷舌，吼、哦，对不对？我今晚我若看迄台湾人安尼讲解卷舌吼，我就彻底心肝来。
会晓讲台啊，敢台啊学较真。甲咱教育个认真改成功啊！吼、哦，过来用假的民主选举，即摆选举，哦，过去啊！吼、哦，早期40-50年前，我定听讲，若选举拢会停电，停电就咧做票嘛，咧录，吼、哦，录票互因国民党的人。啊，较进步的，即摆用买票。现在买票哦，用黑白挂钩的啦。这个国民党顶党无赢钱哦，跳啊卡，里长、连长。啊，现在里长、连长知影讲，对一号是支持哪个，对一号支持哪个，支持哪个，迄个就带乌队入去买票，钱跌乎内底主人。现在钱伊接袂收着了，换乌队。大衣啊，西装、夹克内底，唱一身新名。男子关公就是妈祖，挟持新名咧恐吓，讲你有钱有收着啊。关公有看到，妈祖有看到，票爱投出来，安尼咧恐吓。啊，这敢真正民主选举？全世界你若教育正常的国家，欧美的国家，我毋捌听咧卖票。因为那是出卖家己的灵魂嘛，出卖家己的人格。你无看重你家己的身份地位人格，你把家己看300-500、1000咧卖，这很丢脸呐！台湾人收钱收到欢喜个，国民党就是干那叫咱拼经济、拼经济、拼经济，但是叫咱做等于讲叫咱做牛做牛，认真啊来。叫咱做努力，认真啊做，啊拼经济交税金，互因国民党的人咧割，遐高官咧歪割。所以咱的工程，你若100块，差不多30万，真正买材料落去做呢。好，比如这个工程就100万，差不多三，比如要做一个桥，预算100万，30万是真正买阿门头，买迄个钢筋。在空，剩的70万，就是电管这官分了了。所以好佳哉吼，921大地震呐、啊，是暗时啊半暝啊地震啊。迄那历史啊，咱唔知偌济中小学生的囡仔爱死，学校拢病嘛，学校拢了了，学校拢公家的嘛。好家在拢当厝，家己厝拢较用，家己起个拢较用。啊，若公家拢头工点了，拢豆腐渣工程哦。因中国人咧讲个豆腐渣工程，所以会买票，啊，台湾人各好买会行，这根本就假民主选举。而且作为媒体，95%掌控伫中国人个手里。无论你是电视还是报纸，内底编辑室遐编审人员、遐经理级的、遐主管，拢中国人。咱台湾人，你若考虑要报社，你拢做记者呢？好，你当出去外口采访。啊，那电视台了一个水水的女孩子记者，啊，一个较粗壮的台湾查甫，吼，遐较早看面也是足大只哦。哎、欸，我捌遐过，我跟我朋友。捌你夹过，轮流夹，迄阵就爱夹一夹，边仔迄个一个，还佫用排迄个担带，即种麻袋哩，迄个照明灯啊，哇，安尼咧翕，啊翕当然吼，互迄个编审遐主管看，我、哦、这若报咧，对民进党声一摆，嗯，这好，报较大面，我这报咧。对国民党的声一摆，嗯，这修改你莫报，安尼啦。所以那报了民进党，拢较早拢民差党，讲暴力党个无，拢拍会拍人，啊，拢无分呢，食薰呢，穿蓝白拖，啊，
无就讲啥物三高二低有无？年纪高，血压高，啊，低的学历低，水准低，安尼安尼，甲咱糟蹋咱台湾人。啊，所以健保当然讲无咱台湾人好诶。所以有一挂少年囡仔吼，以台湾人为耻，所以拢要做中国人，吼、哦。所以放下囡仔拢讲啊足标准诶。比如讲，尤其迄册啦，愈好读诶，中毒愈深啦。都爱像我即款诶吼，啊都。条件无好，厝散车，无法度讲好啊，认真读册，吼、哦。啊，所以我中毒较深，唔，较浅。我那凊彩有一个解药，即个就解过啊。哎，做个读个吼，读个朴素个吼。你若堪要咧讲这个法理吼，嗯，较奇怪。啊，你读个历史，堪要读个无同，真正无同。好、哦，应该国立殡仪馆吼。有人讲国立殡仪馆的吼，编的吼，伊拢甲咱骗的，安尼伊信信信的，甲真了跳袂出来呢。伊甲国民党甲所写的历史册，甲当作成为圣经呢吼。外来品种的植物哈，来迄阵荷兰人为外国，荷兰人迄阵是海上强权国家，所以伊船会当伫世界各州各岛屿咧找新的品种。啊，若好品种，荷兰时代伊就让引入台湾来。这里有这番石榴，啊，过来就是番茄。啊，你会记哦？那外国入来，拢叫做番来。咱若姜是种伫土骹，好无？啊，这番啊姜，这浮伫半空中诶，吼、哦。啊，这番薯，番薯。啊，这番麦，哦，玉米啊，啊，搁有番啊花，哦，这种番，好无？啊，荷兰人来台湾嘛，引进一个物件，咱的水泥有无？水泥，荷兰人头毛红红，因咧用的土叫做阿毛土，咱对无？咱知影。我最近也不知道什么叫阿摩陀，原来是荷兰人那里用的陀、哦、啊这是什么蚵仔嘛、哦、啊但他没人在说番蚵啊咱台湾人读得不清楚咱跟那中国道路来台湾在做兵在站海边的海洋遐做兵的吼，啊伊有诶拢做甲四五十岁啊，啊升未起，拢做士官长尔无啊，啊拢挂红飘诶，我拢挂着红诶迄个，我拢叫红飘诶，讲老乌啊，无，唔对啦，我拢讲唔对呀，因是外来啦，啊咱家己咧讲咱汉字啊，搁爱看尾音，看清家己，诶、欸、你会记哪？台语呐，看音拢较轻，像有人讲我平薄啊，无平薄做着，平薄做着，佮我看音平薄啊，哎，无想讲伊家己嘛平薄做个，啊，你笑我平薄啊，啊，你看车就较大只，啊呐，脚踏车就较细只，有无？吼、哦，啊，咱拢讲拖拉机对无？刚好人咧讲，我塞一只拖拉机啊，只大只。无人咧讲拖拉机啊嘛吼，因为你若看尾音就变较细。侬嘛讲拖拉机哦，你就听唔只较大只。啊，那脚踏车车啊，脚踏车就较细只。所以，因爱甲讲因着因遐个老士官长爱叫做新南子啊，因是伫遐走路来的嘛，番薯嘛，外来唔该番薯。啊，咱是在地，这蚵仔是在地，咱叫做蚵仔，咱叫做爱，莫讲看尾音啦，咱蚵。啊，因你讲汉字啊，无要紧，我能甲笑得断去。咱家己搞蚵汉字拢搞不清楚，真正蚵汉字搞不清楚。好、哦，安怎样吼？你嘛后盖无讲
讲咱是番薯啊，爱讲咱乌，因番薯啊，吼，因遐外来嘛，因外国来，因为中国来啊，伊毋是像咱乌啊，伫遮土生土长的吼。来，国家民族自我认同，我咱来看，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我国，你们拢只讲一句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有吧？这拢是陷阱。阿妈讲，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那朋友，啊，较实在，我拢甲堵着。然后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你嘛是人。嘛是狗，安尼，我拢讲，啊，你是人嘛是狗，我拢安尼个笑倒转去。啊，台湾人搞不清楚了，哦，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伊袂记讲，咱爸爸妈妈、咱阿公阿妈因个年代是因是日本人，我安尼讲啦，美国人娶美国人生个囝叫做美国人对无？同款法国人娶法国人个女孩子生个囝嘛是法国人。啊，那我爸爸妈妈日本时代的人，日本人，啊，生了我变中国人，靠遐话太安尼。啊，咱讲日本狗，啊，敢若讲狗公娶狗母，啊，生煞变中国猪，安尼，安敢对？唔对嘛？安尼来讲，应该大家较清楚啊，吼。啊。中华民国，因咧选总统有无？啊，咱台湾人，那你咧堪咪选？这嘛唔对呢。比如讲安尼啦，帝国咧选帝王，啊，咱堪咱教，咱教啊，稍微堪咧选帝王，安尼有冇搞清楚？中国帝，啊，咱讲人讲日本教，帝国咧选帝王。干我们什么事？好，所以狗不要去管猪的事嘛。所以中华民国哈，咱头拄仔有读过，中华民国推动的事，不配合也不合作哈。好，过来咱来以2008年陈云林来台湾来做咧，迄阵拄啊阿扁也就啉马英九去了哈，啊十月份。伊请陈云林来台湾，哦，迄阵马英九下令，为桃园机场到台北市，沿路袂使有出现中华民国的车辆旗，所以派中华民国警察处理伫沿路咧搜查，然后摕中华民国国旗拢啊没收，甚至无有咧没收，拢抢来，搁个压落当，搁个当笨手人，结果咱陆军的台湾人。人中华民国他们都不要了，因无要捍卫中华民国，换咱台湾人摕中华民国旗啊咧，底下咧聊聊，要陈云看，我们要捍卫中华民国。哎、欸，家己中华民国的人，因遐中国人无爱，啊，咱台湾人捡起旗啊起来咧点，啊，你读个歹嘛？啊，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迄个五千旗，伫台北市咧赢杯。马英九还阁派警察去甲保护，惊咱陆军的去甲抢落来，也加到甲搞破，阁甲放烧。警察咧保护这个，啊这爱保护呢？这马英九因老大，哦，习近平因咧用的哈。安、哦、尼，所以我头头讲的，国民党共产党化，民进党国民党化，好吧？啊，迄个我有去呢，哇、哦，迄、那个人啊足济啊！啊，因为阮位兵拢出来吼，拢透早就爱出来啦。来到遮了下晡两点外，啊，游行应该四五点，爱又来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头前要听演讲。但是我拢听迄个头前迄种细卡，啊，讲无几个人了，阮就爱打道回府。因为恁若讲要听到下暗九点十点，啊，若要坐等阮兵拢就明仔天光啊呢。啊，迄阵你知影？迄阵会去参加游行抗议的，拢年纪较大，拢五六十岁以上，七八十岁。我迄阵去，我算少年嘞。啊，伊个我原来赶紧得爱离开。
我无跑到五点外，我才离开啊。坐游览车，赶紧要转啊。我搭车，我伫桃园遮吼，民间的这个休息站，我就停倒啊。我去的时候，我的桌子拢个年纪较大个吼，拢白头毛伫遐咧食。啊，我迄个一个，迄可能新来，我甲晓得。我迟到啊，我的桌子煞人咧食。啊，小姐哦，探头看者，当下讲啊，无要紧，迄桌过食无偌久啊，拢白头毛个呐。其实意思是讲，因食要完啊，啉啉的就换换啊。但是伊讲向我讲迄句，阮大家拢啊，阿达讲安尼，迄桌过食无偌久啊。哦，有影迄阵，拢年纪较大咧抗议哈。好，过来。2012年，英国的伦敦办伦敦奥运会。本来伦敦奥运会，因只有挂一支车轮机挂伫遮，叫阿强啊抗议，讲恁太无用奥运的模式挂迄个五环旗。哦，啊，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所以就把迄支机啊收了。啊，咱戆台湾人搁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啊，好不？同款。电音三太子哈，讲你爱谈电音三太子，伦敦奥运会底下咧发中华民国国旗，啊，这拢较少年嘞，你看，现在少年人拢要洗脑去啊，错把中华民国当我国，底下搁咧举这车轮旗，啊，这全世界拢无已经早的1949年，民国38年，这个国家都灭亡去啊，无已经世界无这个国旗啊，哎嘛，还搁咧提这个旗啊咧咧骗咱台湾人。啊，阮即几年即三位2008年就一直咧讲安尼吼，讲唔好阁加车轮机啊。我即个今年诶6月25，啊，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迄阵就无五千机，也无车轮机拢无啊吼。好，咱来看国家民族错误认同。即、這个国家民族错误认同诶始作俑者是谁？来，来看，就是1999年5月7号。中华民国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即就是迄阵阿扁要选2000年的总统，想要摕中间选民、中间选民，但是即个法律卖发得准哦，唔是中间选民哦，吼，中间选，嘛改成吼中间选民哈。不是强奸选民，好，为着安尼，所以修改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啊，这是什么意思？这问题出大了，民进党出大纰漏了，他们都不知道。较早李登辉咧做总统，伊有咧感叹外来政权，有无？讲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你只听这句话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流亡的痕迹，就是中华民国本来不是在台湾，他是在中国，因为战败，国共内战战败，所以中华民国刷来在台湾，这样算一个有，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台湾是台湾，但是他是招来在台湾。但是你看这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所以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对不对？你若要出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咱大家来分钱，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呢？安尼是不？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是不是用上？过来，2011年10月7日。我蔡英文要选2012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蔡英文伊嘛是迄阵的主席哈，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是不是用上诶？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等于嘛哈？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李登辉要阁讲外来政权，伊即马甲你讲，即马已经是台湾政府，也是连卖都没有卖，哦，咱连分着钱都无分着，啊你若买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都无，
安尼白白送给中华民国，你真正无采陈水扁嘛，法律的高材生，蔡英文嘛是啊，吼、哦，伊拢是学法的啊，啊，真正说对这部分说无咧法，无咧法，吼、哦。那么咱请问啦吼、哦，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呵，台湾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美国独立纪念日7月7日，请问台湾独立纪念日对一天，讲不出来。过来，那么台湾要为对一个美国独立出来，你所谓的独立就是原底含原底含有一个美国念做伙嘛？哦，像迄阵的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吼、哦、念做伙，你要独立出来，你要脱离母国啊，对不对？啊，请问你的母国要为对一个独立出来，你的母国谁？有人讲为中华民国，唔对啦，中华民国抓头抓尾都无名嘛，从来没有一个合约、国际条约，讲已经把台湾移转割让，和中华民国无啊。有人讲美国，因即马啥物代志，敢若拢美国咧注意咧法律，嘛唔是，美国只有握有台湾主权。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对不？就敢那咱去超市买一罐矿泉水，你为了自家店员摕来，摕伫你的手里握有，还不是你的哦。握有还不代表你拥有，得要等下你去到柜台，甲钱付了，发票拍好你了，安尼，迄个就真正你的啊。台湾现在要不是美国的、哦、只是抵押在美国手中、哦、好，咱来拆穿中国人的文字把戏，你头拄好讲过，我来给你读者国共内战文献、哦、我军转进神志，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哈、哦，这咱拄好讲过。过来，中华民国看台湾名号在媒体上的运用。中华民国哪去跟一个国家建交，就讲中华民国与某某国建交。啊，那断交，比如讲，跟哦差不多四五个月前跟甘比亚断交，伊说台湾与甘比亚断交，歹康的就用台湾名列出来，好康的以中华民国啥意用？安尼，这就是原来咧说咱台湾的闹。比如说台湾与美国断交，1979年1月1日，台湾与美国断交。台湾不是国家，所以台湾不可能跟美国建交，所以也不可能断交嘛。哦，我这就是中华民国在媒体在糟蹋台湾，哦，就用安尼，这咱来了解哈。哦那来改正我们错误言辞的之力哈，咱拢讲外省人，啊，这句话唔对，咱要安怎改？嘿，无唔对。台湾改分啊，你改分台湾两种人呢，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我头拄仔讲的。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投降迄一天，外国军队拢外国人拢还袂入来，迄天开始。住伫咱台湾甲平湖的店馆，咱的许大人，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伊所生传落来的后代，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剩呢，就是外国人，安尼好分无？外国人就包括美国人啦、英国人、中国人，迄拢总外国人。所以外省人，咱讲唔对，因为你若讲外省，表示咱是本省，咱就变中国一省。我莫名其妙，咱才变人的一省。好、哦，再来讲中国人，来，再来讲专线。咱是不是电台常听到在讲专线药房拢有得卖，有无？专线服务站拢有得甲你服务。啊，这句唔对，要哪改？因为咱唔是，你若讲专线，咱嘛是中国一线啊，唔对啊。咱抓头抓尾，中国无咱台湾的名号啊。
啊，毋捌根据什么合约割让伊，啊变哪？有人知无？有人讲全国对无？哎，要讲全台湾对，我拄好听着。袂使讲全国，因为咱台湾毋是国家，你敢来当讲全台湾吼？全台湾药房拢有得卖，安尼即句就对啊吼。来，大陆，你若甲你的，比如美国朋友，你若讲，我下个礼拜要去大陆旅游一个礼拜，啊，你这个美国朋友吼，头壳在聊，你是要去对一个，因为全世界有六大陆，来。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澳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啊你，你是要去对对一个？我说这句唔对，安怎改改？嘿，中国唔对，嘿，袂歹。你只在讲中国对吧？我来中国佚佗，啊，足清楚。你若去美国佚佗，你敢会去讲讲我要去？北美洲大陆佚佗，北美洲起码有两个国家，加拿大加美国。啊，你来讲南美洲大陆，哇，这个啊，这个灰哥哥啊，哈，所以唔好讲大陆。啊，你来讲大陆，哇，啊，咱变小岛，啊嘛封闭了呀。你讲外省，咱变啊，咱就本省变人的一省。你讲全省同款，全省咱就嘛是人的一省。过来省道。省道嘛唔对，要哪改？要改啥物啊？有人知影无？嗯，纵贯线无唔对，你切到纵贯线哦。我海，你切到海线。我来讲啊，台青有够含慢。在你台湾212天无代表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了。日本政府来11天后，那1906年，就为家人开到屏东啊！吼，啊，只是迄个西螺大桥还袂好啦，因为迄阵西螺大桥迄太宽，啊，你拍桥墩，吼，拍还袂好。啊！你要想做212栋，大清无材料，日本人来，他要十一栋就做好啊。叫做纵贯南北的一条道路，所以你拄仔讲纵贯线是无唔对，但是它正确的是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道路，所以叫做台一线，安在无？台一线。不过你若讲，你开车伫这条台线咧走吼，啊，你拢无加汽油，你拢加水，会走。安尼，你若要讲迄条是省道，安尼我就无会讲，因为我要读国校，阮车对面有日本的奥多麦吼，我看伊咧加水，因为水龙头转水来甲加了。哦，啊！你这家伙加水也走，吓、啊！啊，迄阵我唔知影迄个水冷式的原因啊。咱即卖车，我多摆也是汽车拢个是气冷式，较早用水冷式。嘛，汽车即卖是气冷，佮包括水冷啦，哈、啊。用水底的原因遐个循环，哈、啊。所以你若伫这条台线走，啊，你拢无加汽油，你拢加水也走，安尼你也在讲省得要紧，哈、啊。我就袂抗拒。好，偷渡客唔对。要哪改？有人知无？那偷渡客这个逻辑哪会通啦吼？安尼那连讲，比如咱等于咱兜开门入来，啊，小偷伫内底摕物件，袂赴偷摕物件，袂赴走。你也甲咪拍招呼，小偷客你好。因为甲客着爱人家，爱甲招待。啊，冰箱有凉的呢，冰箱有凉的，你有摕来食无？摕来啉无？唔对啦吼！小偷是犯罪的行为嘛，偷渡嘛是犯罪行为嘛，哎叫做偷渡犯啦。啊是安怎？迄当时二十几年前，那遐侪中国人
要走来台湾打工，就是台湾迄阵台湾钱阴卡白，所以福建吼，遐人足侪拢为平潭岛，伫迄个福州的外海有一个平潭岛，为遐坐迄阵啊，来咱新竹遐上近，为新竹来算上近的，啊，过来有的是去到屏东的那边东港。帮了呀，遐个海岸线较平，足够爬起来都。恒春了，外边恒春迄个一条路，遐原来要台一线，还爬起来都公路啊，哪有人接应一只就站咧走啊？免过有诶所在好，着过穿过迄海岸林吼，还有足侪拿岛，迄足歹偷渡诶。所以，迄阵拢。做伫土著来台湾打工，查甫拢来。啊，是安奈掠着拢会讲，咱阁掠着偌济土著犯、土著客，哎，不抓来那个。就是迄阵咧过海防诶，啊是，即警察咧主管拢从中国人咧做主管，咱台湾人拢做副诶，副局长、副处长啊拢咧副诶。啊，所以因讲啊，迄阮。中国大陆遐来亲情，这人客，好不好？因讲国的嘛，所以因舍不得用犯、偷渡犯这个名称讲阿伦，迄种因呢，因有血缘的亲人，所以应该用偷渡客。偷渡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哈！你若要去人个国家，你像咱若要去美国早期，是毋是？哎，美国在台协会，啊，是美较搁较早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叫做美签，有这个美签，你甲摕护照，就去去到美国，经过伊个海关看，哦，你伫台湾有甲阮个大使馆、阮个领事馆啦，就阮个美国在台协会申请合法的美国签证 ，OK， 你当入吧，你无去美国佚佗，做生意拢 OK。我当你们讲，你们今年民国几年？民国几年唔对，诶，中华民国38年就死啊，即卖还搁咧用迄死人号，哦，唔对，安怎改？啊，写完对，嘿，你都要改做西元就对啊，即卖全世界到95%以上拢咧用西元，哦，那么要换算做西元真简单，你甲加十一，比如你民国50年出生。啊，是70年出生，你甲加税，1961年，啊是1981年生，安尼加在就对啊，哈。哦，哟，歹势啊，讲到过时间过头，超过5分钟，歹势。好，安尼我今仔先讲到这，明仔有时间再过来向各位报告。多谢各位，祝各位晚上好困，谢谢。啊，各位同心。下午哈会有拍那个识别证的哈，有做好在后面来这边领哈。下午有拍的，如果今天没有拍的，明天中午一点，好，明天中午一点到前面办公室找工作人员拍照。好，个人识别证，如果今天没有拍的，就明天中午一点再去前面拍。啊，个人自己私人的东西带走哈，课本可以放桌上，好，课本可以放桌上写上名字，啊，私人的东西带走就好，因为教室会锁起来。啊，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吃哈，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吃，还可以过去那边用。好，下课休息，谢谢。